大家，我回来了。刚刚阿威，我需要人，我需要人手。等一下如果很轻，你就死定了。你们有想我对不对？你要不要跳下去？我想你，欠揍。你的东西交给我们就可以先走了、啊。已经有人有新的人来了，有新的人来了。对啊，没有骗你。我真的哭了、欸。多吗？还有电锅。要不，你们这样一直欺负他，如果他真的有一天说他要走了，然后你会难过吗？大概两秒吧。真的吗？那你还是忍住好，两秒太伤人。而且阿威今天的头发，这样远看真的是很像丁小雨。电锅哪来的？那个熊妈妈。熊妈妈会把我们掐死啊！要去熊妈妈？什么都是熊妈妈？你好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其实我跟你差不多大。我们会之后他就会变固定班级。没有。我们今天不会，你知道有。我们不要再欺负幼婷啊！阿威，你要煮饭啊？这个是几十杯米？不止啊，三十杯、二十杯。这个几杯？这个啊。Special。阿伟，你问一下陈瑜吃早饭没？吃了。吃了、哦？你吃了吗？你会饿吗？不会。等一下，我忘记几杯米了。谁啊？不是，他还忘记倒计第几杯了。又来了，你看你叫我的，我这边。等一下。再倒回去再来一次啊。三嘛，四，这四哦。我大家都不要跟阿伟讲话了哦。四杯，五。